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225期的节目。今天来给大家做简单好玩的小型的玩具哦。上一期给大家做那个，放大 SS Shockwave 的宇宙守护者呢，做得我满身大汗。今天来给大家做这个是 Cyberverse 里头的两个，左边这个呢是 Autobot 的旋刃，右边这个呢是狂派的这个痛击或者叫做猛击。两个玩具呢，我觉得都挺好玩的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从这个右手边的这个狂派，它基本上呢是一个女性角色，对，是的，你看这个性感的嘴唇就知道了，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粉红色的一个眼睛啊。那后方的话呢，也是空洞，也是一点都没有让人失望的出现了。那它本身是属于一个能量晶，应该是属于能量晶系列吧，它是一个，这个盔甲可以穿上身上的啊。那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法非常简单啊，它头上有一个非常诡异的这个炮呢，你只要把它往上面抽起来，那这个部分呢，盔甲呢就会自动的穿到它的一个身上，那是一个绿色的一个透明部件，那这个时候的这个武器的话，就是只能够按它的手上了啊。那背上的话呢，这个部件基本上是可以扣紧的，那手臂也可以平举，二头肌可以转动，手肘约90度的一个转动幅度，拳头呢是可以转动的哟。这个虽然是内部是空的啊，但是对不对？能转的还是能转。腰身的话呢是可以，变形的时候可以转，但变成人形的情况下是卡死不能动的。脚的话呢往前踢啊，膝盖约90度，脚踝的话呢有一个前后动的一个关节啊，这变形的时候是有所需要的，非常像罗姆一个人物。事实上它就是几乎就是罗姆的一个性转啊。Cyberverse 有很多类似的一个形象出现，就是以前的角色的一个性转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如何把它变形成一个载具呢？我们就先把这个透明部件呢给收进去。一样的话，把后面这个部分给打开。那它的这个怎么说呢？它的这个盔甲收进去呢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技术性的啊。它必须要整个给翻进去。那翻进去的时候呢，这个两个地方收起来。那你记得顶的时候呢，是这两个，啊，应该是说这两侧是往下面顶到这里的。所以你往下翻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这是可以翻，没错。你要这样子把它给塞到内部去。到这个情况下啊。到这个情况下它才能够完成一个背后能够扣得上。那扣上之后的话呢，这个其实这个时候它也是不会掉了。那你可以这个时候把这个炮的话呢，就是利用这几个对准这几个洞把它给扣上去，这样它会更加的稳固一点点。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变形了，把它的一个胸口这个地方给打开，头部的话呢是往下面翻下来，然后这个时候做一个腰部的一个旋转，而且抽下来之后再做一个腰部的一个旋转，转过来，头先出去，然后头再塞到这个洞里头去，然后这个部件整个往上面翻，再来的话把两腿的话呢，这个脚的这个脚踝收进来之后，把它往上面推上去，往上推上去，推上去的时候呢，两腿中间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的，这样给扣上去，往上翻上来，往上翻上来。好，那翻上来的时候呢，它这里面是可以卡住的，就这个地方啊，它这里是有一个凸，两侧都有，对，内部有个洞。那这个公差算的还算挺准了，不用特别对，往上推都能够按得到位了。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，然后这个侧边有个洞，这个地方这个结合卡扣就没有什么难度的了啊。那如果要前后去调节，就是靠这个地方这个关节，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它给扣进去了啊。那它会变形成一台应该是浮空的炮台还是什么来着吧？那变形也算是简单好玩，那一体性扎实也是挺够的。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没有任何的一个，这个打开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啊，这个翻开应该是，对不对？因为基本上就卡住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弹射的一个功能了啊。这个弹射的这个盔甲外翻呢，是仅限机器人来使用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旋刃，这个旋刃我觉得是非常好玩啊，光看造型非常的动画，非常的卡通化，非常美式卡通的一个感觉。那可动的话，只有这个手部这个地方。360度的转动还做不到啊，因为它后面造型会卡住。那这个部件的话是记得要把它给推出来。OK， 它有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，两手是不对称的一个造型啊。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翻不出来的啊。那腰身什么全部都卡死，头也是卡死的。那这个一个黄色的一个单眼的眼珠，那么呢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是非常好玩的啊。造型的话就这样子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变形的时候把这个手给缩进去。那它变形的时候呢，非常的简单啊，这个两手推到定位之后呢，我习惯是勒住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把它往上面提上来啊，不对，错了，这个地方记得脚尖先翻进去，这样子往前面推过来，
OK， 它的变形的话已经算完成了，再把这个两个翅膀，哦不对，螺旋桨翻过来，嗯哼，这个我们的这个旋转的一个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 OK 了，非常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变法，我们再变一次给各位看好了啊。如果从飞机变成机械，我觉得更帅，非常有这个变形金刚真人电影那种变形的感觉。这样子翻下来，嗯，这个有没有像是这个电影第一集这个 Blackout 翻身下来的一个感觉，对不对？往上折上了一个微型之后，这个部件翻上来，啊，有个凸根凹，把它给抠进去，啊 ，OK 了，旋转，这个手 ，OK， 旋转的一个变形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。简单好玩的小玩具哦，特别是这款旋转，个人是觉得还蛮推的啊，这个变起来还是颇有疗愈的一个感觉的。那就利用今天呢来给大家做这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